はいはいはい。八六，我战友，我是战神瑞瑞。今天难得开这个背景，就是你们懂我做什么啦，就是开箱惊喜了。今天没有什么闯吗？也没有什么。今天啊，哎，幸好我撕掉地址啊，不然啊，你们找到我家我就谁敢了啊？那时候是说不定双十一，我是有点怎么讲哎，手痒，没有办法，最近说不定太多便宜货，害我。好像吃点吸引我样子，我很在啊，我哪里知道？说快点抓紧时间先，黄金可是时间呢，我们抓紧时间来吧。应该是一个杯吧。哇哦，哇很美耶，它的杯。一二三，嗯，玻好像玻璃一样，有点危险哦。USB 有一个盖，哇、哦，很 Q 哎，这个果汁机哦，你们大家看，我觉得不错哎，而且有 USB 哎，奇怪，这样开。哦，它是这样子开的，它好像那个 power bank 样子哦。我不没有电啊，应该是插可以插下去，所以不用插头哦，原来是用 USB 来插。我觉得它像没有什么没有意义耶。我决定啊，我们做一个挑战，就是挑战时间，就是生存挑战。我就要用果汁机，不管什么食物好。不管炸饭啊、糯面什么之类啊，我放进这个果汁机那边拿边喝，我就挑战一个礼拜，我不可能像上次一个礼拜吃那个罐头啊。好了，明天就是挑战了，黄金可一个时间了，我们抓紧紧时间，周末我啊，总之是我的台词啦。OK， 明天开始。好了，我准备好打炮弹了。我们是吃蛋啊，变瘦。我那天有做功课啊，他讲是不要太满，就是70%的。什么东西？很痛啊，真的。OK， 等一下我要去洗啊，因为蛋会臭啊。然后进去找我们先生，有蛋会吗？小明，不要想象，什么不要想 ，OK？ 五三天，我早上发现，好，不可以掺蛋，不然真的很臭。我下次不要放蛋了。那我的豆腐，这张还不炒。笑死。晚上，我看着顶得住。
我会吐了。各位观众，我吃不了，就是吃不了晚餐了、啊。刚刚我感觉到我很想吐。真的应该是我放了鸡蛋在里面的、啊、然后再加上那个豆腐产生那种想吐的感觉，不是很搞味，我还是放弃这个比赛。不过这个果汁机我觉得不错啦，我不懂还有没有臭味，我是想办法快去除那个臭蛋味和那个豆腐味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，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记得按双击 button。如果你是看到订阅的话，你也按下去。如果你是看到门铃是，你也按下去。放心，这个五个宝蛋不会咬人的。如果它真的咬人，你跟我讲，你拿这个果汁机喂它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看我讲话了，我现在有阴影了。好了，等会我的新闻就吧，拜。